是与民族舞常规班的学员们共同带来的《傣家的女儿》《傣家的雨》。傣族人认为人从水中来，傣家的女儿更是柔情似水，让我们带着一丝柔情，一丝惬意，一起走进这晶莹灵动的景致之中。 The next performance is a Dai ethnic dance. Let's welcome our beautiful Dai Chinese girls. 掌声有请。